怎么啦？我要去月亮城堡里面玩。走，出发。哇，你看好大呀，这个城堡是不是？这还有好多卖东西的呢，是不是？秀又没票呀，我问一下去。要先买票，明票买来了，走。两个都给我。哎，把这明票给奶奶吧。进去吧，看里面有什么呀？值不值得我们花门票呀？哇，有一个大的恐龙，快过去，快去，快看！姐姐赶，姐姐过去了。那是个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来看看这个大恐龙，哇，好大呀！你看姐姐摸着恐龙的脚呢。哇，真的，它的脚好大呀，它的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它不会吃你的，它是一个假的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大恐龙，还有一个小宝宝，是不是？哇，它又叫了，它出声音了。啊，它现在转过来了，听到？它头在动，你看。哇，我天哪，它的头在动。啊，这个小恐龙也在动。它会不会吃了你？哎，我天哪，你还上去，它都吃了你。你看，我的天哪，姐姐胆儿可大了。你看那个，哇，有两个小宝宝，是不是？